有个问题。嗯，咁啊，跟住就有，亦都有个问题咧，就系、是，陈座椅咧话呢个港系话系呢个港澳办系呢、這个成立一个港澳办中心，系啦，中心点睇咧？佢應該要做嘅，即係喺嗰個工作上，而家佢哋成立咗國家安全委員會，下面有港澳辦列埋入去，咁佢咪整一檔嘢出嚟就唔使。以前中國好多咩研究中心，講個咩研究中心、經管研究中心，好差多啲嘢嘅。乜中心啊？乜中心啊？大個個搞一個有一國兩制研究中心，屌咧陳國華唔係嗰個咩葉國華又搞檔啲乜撚嘢研究中心，個撚我抽水揾老襯咁啊成班。你會聽邊條線講？如果集中咗就好啦，集中咗咧，即係唔會收錯風。如果咩各有各噏，各有各埋堆，呃阿爺踢水啊！但你陳左而家咧就有一樣衰啦。你揾翻個劉少佳，你係實死。佢有撚事嘢啊！我話佢仲揾咗我哋睇報紙啊，揾咗個劉乃強又撲街嚟嘅，呢個咁單人扮左棍，扮左派打手嚟噶嘛？但如果你找劉乃強呢，你又咁樣樣，你找多班人呢，找啲退休咗嘅伙計，退休嘅 IC 出嚟，就由你呢個咁嘅港澳研究中心呢，整啲第六中隊 check 曬啲古惑仔點樣穿政府櫃桶啊，點樣串謀落標啊，點樣在你嗰啲保皇黨啊、建制派啊、嗰啲民主政棍啊，點樣去申請啲錢落嚟啊，騰騰呱呱撚騰啊，又用翻自己人資人工啊！嗱，呢啲你就有用啦，呢、這個就發揮功能啦。咁梗係你走去點樣申請嗰啲咁嘅文化中心啊、攞場啊，走去醫館啊、紅館啊、咩嗰啲康文署下邊嗰啲場啊，你一申請，我冇一早又話未申請得字啊，到你申請出嚟咁樣，閒閒俾人霸撚曬啦，冇期噶。有冇要有人使台底錢先申請到啊？嗰、即係你要將香港咧，你度佢呢個陳左耳咧，佢可以做呢啲工作啦。咁你用阿劉乃強呢個家產唔怕得罪人，啊！你整多幾個第六中隊，即係做鬼頭仔，專督背脊，維持社會香港公義啦！我哋係支持嘅。邊啲議員走去做董事出賣情報？啊！邊啲行政府啲議員啲咁間古惑仔？啊！嗰、那個咩叫鄭耀棠之流雞蟲湯？幾時串謀入邊國內啲幹部點樣乜整只靚雞啊？蓋個家產翻去執制嗰啲，你咪即係跟佢咯。你做呢啲工作咧，我哋支持嘅，係咪啊？咁你個市民實支持噶，啊！你做搞陽光政策啊嘛，真係全部篤曬出嚟，啊！邊啲搞貪污，邊啲搞蚊繩，啊！邊啲誒攞香港啲工程嚟做咧，就扎家衣咧就圍標，圍完標咧，跟住咧就加減啲嘢咧，就串謀啲政府官員有冇人作怪咧，跟住又令到嗰、那個。做工程的老闆咧，可以坑政府錢咧？依家咧，大佬俾個香港電台中心啊，十六億變緊咗六十億，喺西九起個大氣台，屌你咁又係幾日廿幾億？唔係咯，屌你攞嚟搞啊嘛？咪啲數點樣做嗱？呢啲你陳果業咪要做咯，香港市民就支持你噶。嗱，你唔識揾兵馬咧，你揾我，我俾扎兵馬你。屌我好多兄弟咁啊！退休 IC 又有，點樣退休警察又有，大家都食咗份糧，可以收你平啲人工，成扎狗仔隊幫你跟人，開曬快腦，係咪啊？好事嚟㗎！我希望阿陳生聽到啊，成功啊！